林九力场南区爆赢南华，南华 fans 落力打气，当然新南华大胜南区，庆祝提前赢联赛冠军啦。只不过南区有佢撑场，果然唔同啲噶。呢位会长任影唔嬲，唔止南区 fans 嗨爆，南区球员都好嗨。陈卓光喺41分钟就为南区攀平1-1，60分钟鲁宾更加为南区反超前2-1。虽然南华喺4分钟之后就凭沙欣攀平2-2。但南区68分钟反击得手，周家华、泽伟射成3-2。南区赢波之后，27战23分系联赛榜第四位。虽然俾我哋影到佢个失望样，但佢同时解话：失望梗系失望，但系今场我哋因为寻日我哋有开会都有两个 plan 嘅，即系如果寻晚我哋可以肯定咗冠军嘅话咧，就今日俾一啲小落场嘅佢。咁又系赢咗冠军，输一场有乜所谓啫？